选择素食的人士往往被指为可能是不够蛋白质，其实是不是呢？现在我们所面对的很多的慢性病，包括肥胖、癌症，以前没什么的，现在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就因为跟我们饮食里面是有太多的动物性食物，太多的精炼面粉和白糖，又太少的蔬菜水果。很多人呢就是以为吃动物性食物才有蛋白质，所以呢就是越吃就越多。如果当很多人吃得很多动物性食物的时候，就会对一些不吃动物性食物的人当然是质疑他们不够蛋白质啦。香港的研究已经很清楚地表示，我们是吃得太多的动物性食物，也都是太多的蛋白质了。譬如以妇女为例，一个重50公斤的妇女，她呢就是未怀孕需要40克的蛋白质，怀孕和哺乳期的时候需要60克蛋白质，而现况呢就是已经吃到呢是去到90克甚至有120克，所以呢是其实是超多的。相反来讲呢，植物性食物吃得太少了，以致他们呢就很少纤维，是不健康的，应该起码吃30克只吃到15克。对于他们的身体里面的益生菌的生长呢是绝无好处。我们尝试计算一下，怎样可以拿到足够的蛋白质，原来是不难的。我们以一份来计，一份就是7克啦，一只鸡蛋呢就原来就是当一份的啦，就是刚刚含有呢7克的蛋白质。一杯牛奶呢亦都是含有7克蛋白质，所以呢就话咁你用这个就是你可以以这个做基础，咁就搵一啲呢是代替啦。咁如果用肉来代替呢就是等于25克的肉类啦，豆腐呢就呢度四片嘅一啲嘅硬豆腐啦。好啦，如果根据现时嘅对好多嘅人啊，即係怀孕期啊、哺乳期嘅蛋白质嘅需要来源啊，佢哋会建议呢就话你有六七份就喺肉嗰度嚟啦，两份就喺牛奶度嚟啦。咁所以如果唔食肉唔飲牛奶嗰啲人咪好驚囉，係咪？咁你点啊？咁其实个意思本来呢就话呢一个肉啊同埋牛奶啊都係可以搵代替品嚟代替嘅，只不过就係好多人唔明白，亦都讲得唔清楚。譬如话如果我就咁字面咁睇，食六至七份嘅肉啊，咁好啦，咁我食一塊豬扒啦，咁呢就有八份嘅肉喎，八份嘅蛋白质喎，或者食一件嘅鱼有六份嘅蛋白质，咁係咪就係满足到啦？但如果是这样吃法的时候呢，结果出来的效果呢就不好的。因为呢是会太少纤维，也都是太多的红肉啦。太多红肉呢其实对心脏又不好，对呢是这个防癌又不好。所以呢变咗呢我们要明白，真的要明白这个蛋白质的来源是什么。原来呢是很多的代替品的。不是说只是牛奶、鸡蛋、肉的。原来很多植物性食物都是有蛋白质的，除了豆腐之外还有豆类啦，黄豆啊、眉豆啊这些啊，咁五谷类都有的喎，所以米啊、燕麦啊都有，干果、坚果都有，坚果呢度有。所以点解强调就是要食每日都食豆同埋坚果，就是咁解咯，同埋要全谷咯，咁呢就一定是有足够的蛋白质，是不难找的。比如我叫你找七份咁啦，你点找呢？咁我两餐饭呢，一餐麦皮呢，咁已经有三份嘅蛋白质㗎啦。咁你再食啲豆呢，煲下汤啊，或者做下小食啊，炒下菜啊，豆腐炒菜，係根本上係好容易攞到七份嘅七克嘅蛋白质嘅。如果个儿童嚟讲呢，两岁就是需要14克的蛋白质，5岁需要20克蛋白质，即是说要2至3份啫。所以睇返头先嗰个图，要2至3份是极之容易攞到啦，是咪？食饭鸡豆就已经够晒有余啦。所以除非喺一啲食物短缺嘅社会啦，咁呢就其实
攞到蛋白質咧係唔難嘅。以前嘅研究就睇到原來平均香港嘅細蚊仔所食嘅蛋白質係遠遠高過佢身體所需。就係喺肉嗰度嚟咯，魚嗰度嚟咯，打到嚟咯。所以今天咧，如果你係選擇唔食呢啲嘅話咧，係可能係好事嚟噶。當然有人就話你唔食蛋啊、肉啊、奶啊唔得噶喎，呢啲係優質蛋白嚟噶喎。其實佢嘅意思就話一種嘅食物就已經係包含晒你身體所需嘅全部氨基酸。但係我哋唔需要喺一種食物攞晒咁多氨基酸㗎，我哋可以從多種嘅食物就可以砌到有多種有全部嘅氨基酸咪得咯，係嘛？咁咧就而且喺植物性食物裏面咧，我哋不單止可以有足夠嘅蛋白質，而且同時有呢個對身體有益嘅纖維，啲纖維就可以提供呢個益生元俾啲益生菌去生長，又可以有維他命 C 啊、植物營養素啊、抗氧化物質。你話幾好咧？又冇飽和，即係脂肪酸，係咪？又冇膽固醇。咁所以優質蛋白質咧，我可以睇成咧係一個植物性食物嘅喎。呢個就一個比較啦。左邊嘅就用植物性食物，右邊嘅就動物性食物。原來大家都可以提供同一個份量嘅蛋白質，而植物性食物咧係更加健康，因為佢冇膽固醇啦，非常之少嘅脂肪啦。咁又有好高嘅胡蘿蔔素、纖維、維他命 C、葉酸，甚至有維他命 E 啊、鐵啊、鎂啊、鈣啊等等。呢啲咧，好多人都誤會，以為嘅咧，佢哋係唔夠營養。原來佢營養素係非常之多，甚至有鈣添。好啦，咁你睇下纖維嘅來源咧，就係真係喺植物性食物嗰度嚟，絕對唔係喺牛奶、雞蛋或者肉類嗰度嚟。越嚟越多嘅研究表明，呢啲植物性食物所提供嘅纤维，正正就系我哋要养身体里边嗰啲好多嘅益生菌系有关嘅。当我哋煲汤嘅时候，系绝对唔需要加肉，已经系好有好好味，而且提供好多嘅蛋白质。豆腐一樽豆腐就等于四只鸡蛋咁多嘅蛋白质，所以唔好睇小佢啊！一个人咧食一樽豆腐系完全冇困难嘅。所以如果我哋食下呢啲食物，加埋食饭，系咪好容易足够我哋身体所需呢？如果喺怀孕嘅时候加多杯豆浆，或者系食多啲芝麻、核桃，已经系非常之足够噶啦。为咗要防癌，其实都有讲，就系今天我哋咧系食得太多嘅糖啊，太多嘅红肉所致嘅，而系食得唔够嘅蔬菜水果。全谷同埋豆类，所以食素食嘅人咧，绝对系能够咧系满足到呢一点嘅。好啦，总结就话，现时嘅情况就系喜欢大鱼大肉嘅人咧，先至系容易食得太多嘅蛋白质，而且令到佢哋咧有肥胖症同埋三高症，甚至癌症。所以我哋为咗要提防营养过多咧，系健康素食系绝对系一个好事，并且系能够得到足够嘅蛋白质。